剩下六秒钟了，要想办法处理。张文平抄到这一球，往前场推进，但是受到后方压力的干扰，张宗宪还是没有。在第二波总算是补进了。现在要轮到国王队叫暂停。这一次打进之后，双方回到四分差距。这一次 Manigo 在后方追访，其实感觉得到张文平是压力山大。后面还好还有拖车的张宗宪。张宗宪，我觉得小胖给的球线太远了，他其实可以先传给苏世轩，让他去做处理球哦。那这场比赛当然除了